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，但是任务失败了，老庞也遇害了，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。当年卢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，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。你们这帮刽子手，人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中国万岁！人民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中国人民万岁！卢门解放以后，我认真核对了每一位烈士的信息，里面就是找不到老庞。老姜，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特务？怎么了？档案上显示，这个叫鬼枭的特务跟徐文正联络过七次，但是在20号当天却突然联络雪狼。我在想，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他们之间不是最讲究体系外的保密吗？鬼枭是徐文正的手下，当时徐文正在执行别的任务，不在小灰楼，所以鬼枭应该也不在。徐文正在被枪毙之前也没有提过鬼枭这个人。徐文正的资料我看过，没有线索。还在算大头螺呢？怎么都算不对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。如果这压根就是一场骗局呢？骗局？这可是国外资料明确记载的，怎么会是骗局呢？人家比咱们先进，他们都在用，咱们却不用。如果发射鱼雷的时候潜艇翻了，谁来负责？打不中目标，谁又来负责？裴章说的对，不能因为算不通就放弃。除非数学能证明没有大陀螺不影响稳定性。喂，你好，专家办公室，帮我找一下季专家。丹阳，找你的。哎，来了，谢谢啊。喂，季专家吗？珊珊啊，什么事？你没发现这两天少了点什么吗？什么？库一白会还拿你当朋友呢，他都3天没来上班了。他人呢？生病了，葛主任给了他1周的假。一周？这么严重？就这事儿，挂了。红梅，红梅，怎么才来？都几点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开完会。给白慧买的东西还没准备呢，买点什么呀？这些吗？专家副食票。你这个月不吃肉了？还是留给需要的人吧。走吧，
快走。谁呀？来了。白大夫，我来给你送药来了。我药够用了，以后不要再送药了啊。哎，别呀，白大夫。你看我给采的药，今天药可新鲜了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收你的药，走吧。别呀，白大夫。你行行好收了吧，你要是不收啊，我家都揭不开锅。少跟我废话，赶快走。啊，白大夫，白大夫，哎呀，白大夫，您就行行好收了吧。你到底是谁呀？白大夫，我就是一个送药的，就算我不来找你，也会有别人来找你。再说了，我一个跑腿送信的是谁？这重要吗？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白大夫，您还是先看看药吧。爸，你连一句实话都没有，我怎么收你药啊？白大夫，你可就别难为我了，我就是到了日子，到了时间，到专门的地方去取信，您就行行好收了吧。你要难为我，我可真就没法活了。你更别难为我，我也没法活。我、哎、白大夫，赶快去、哎、你收下吧，白大夫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爸，您宝贝女儿来了。小慧啊，这是啊，送药的。对，送药，送药的。你这病还没好利索。你出来做啥子呀？我出来透透气，能好了快点。哦，白大夫，嗯，钱还没给。哦，您随便看着给就成。哦，对对。啊啊！谢谢啊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快来，大慧。哎，大洋，红梅姐。哎，白慧哟，季专家，哎，韩国文，你们来了。我们这听说白慧病了，过来看看。你这病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。你们那么忙，大爷又搞科研，我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就不敢打扰你们了。哎，行，我去烧水。哎，辛苦了，叔。哎，哎，快进来呀。哎哎，白慧，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，你就总照顾我，今天可算让我逮着机会了。咱们改善伙食。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还有排骨啊。季专家呀，今天是把他一个月的副食票都给贡献出来了，我也沾沾光。那我给你们做一个红烧排骨吧，来。哎，别了，别别了，你病号就好好歇着吧，今天我来啊。那我给你拿砍刀去。哎，等着小慧，你呀、啊、歇着，在哪儿我去。杂物间门后，我去。哎，韩公安，找什么呀？啊，白大夫，嗯，小慧说砍刀在这儿。哦，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在这儿。哎，您今天又上山采药去了？药农送来的。嗯，慢点啊。哎，白慧，你这能行吗？给我，没问题。小心着点儿。哎，没问题。哎哎，你行不行？哎，季专家，哎呦，哎呀，做工程你是专家，这怎么做肉啊？我是专家啊，这还有门道呢。歇着歇着去，歇着去啊。还真不行。呵，哎，快歇着去吧。那我去弄鱼去。啊。厨房在那边。哎，好嘞。你守着这样一个父亲，得什么病都不怕。我去给你们倒茶。哎呀，小慧这一病啊，哎呀，正好她也能歇歇，我还能给她开点药调理调理。嗯，真羡慕她，不像我，连我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。这得怎么弄啊？这现在都解放了，过去那样的事情呢，不会再发生了。嗯，白大夫，嗯，
你上次跟我说你给徐文正治过病，那你有见过他手下吗？手下猫狗的倒是见过两个，见过的。白大夫，嗯，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人，你是不是认识？鬼枭不就是北方叫猫头鹰的吗？这是徐文正的一个手下，那是他的代号。是个人的代号吗？没听说过呀，不清楚。您再好好想想。彭梅，彭梅，彭梅，这鱼怎么那么滑，弄不明白？你快过来帮我处理处理。自己弄，忙着呢。这个活的我处理不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来吧，我来。哎，您歇着，我去。快快快！放心，杨叔。哎，能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我那你也会杀呀？哎，小慧，给他们倒点水。哎哎，嘿嘿。这鱼你都不会弄，那给你个鸡，给你个鸭怎么办？养着呗。啊！怎么了？哎呦，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没事没事。哎，我看看切到手了吗？没事儿，一个小口子。来来来，我给你处理一下，快点。不是，我还没弄完呢。你快去弄吧，你不用管我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快坐那儿，没事儿，一点小伤，看把你给紧张的。你还看五线谱呢？小慧，想学手风琴，总得从识谱开始啊。这么说，以后能听到你拉手风琴了？我呀，就是从零开始的，还早着呢。你这么聪明，肯定一学就会。这里边谱子还挺多。哎，你学会哪首了？给我唱两句。好。会哪首？给我唱唱。算了，感冒还没好，嗓子疼。等过两天好了再给你哼。行，今天饶了你。小慧啊。哎。哦，怎么样，干叔？没事儿。哎呦，你看不小心，来涂上这个试试，好的快。谢谢啊。小慧啊，哎，涂好以后赶快去帮季专家做菜啊。知道了吧？碰到这些事，我没那么事。太阳，哎，还是我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好不好看，好不好吃，反正也就这样了。第一次做啊，没事，我在这儿行了，你在这儿我就更不会干了。我帮你弄一个，我怕糊底，你轻一点。你这样会崩的，你顺着这个锅旁边放。好。我这是根据咱们嘴大的人啊，就拿大的；嘴小的人就吃小的。结合每个人的特色做的这种特色加成丸。你看这大的，铁头梅是吧？哎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。哪一面啊？
会照顾病人情绪，还会做饭，心挺细的。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？现在才发现？你又没这样对过我，我怎么会发现？你铁打的身子也不生病，你让我怎么表现啊？哎，要不你病一场，你看我怎么照顾你。你什么意思呀？盼着我生病是吧？你这铁打的身子，我这辈子估计是没这个机会。不是你说话，怎么让人听着都这么别扭呢？夸我呢，损我呢？夸你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总去市局的训练场训练。哪天练练？别哪天了，哪天也不练。你们做科学家的呀，这个身体一定要硬朗，练练是没有坏处的。小慧，小慧，嗯，你看看你这三天，病恹恹的，话都不愿意说，吃了爸爸那么多药，这都不见好。唐公安和季专家这一来，一下就来精神了，什么病也没有了。你说爸爸，这是不是老了，该退出江湖了？连自己女儿的病都治不好了，嗯，这正所谓啊，身病易治，心病难医呀。什么心病呀？还不是吃了你那药才好的吗？小慧，嗯，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，过去没见过。现在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你还懂乐谱啊？乐谱我看不懂，但是我知道，这是唱歌用的。怎么，小慧，你对这个感兴趣？我们厂专家组有一个专家，拉手风琴特别好听，我就想着跟他学呗。但是他说学手风琴得先学识谱，我就先借了本书自学一下。请鬼枭出山，加入党国叛事行动，破坏中共水利工程。上班去哦！哎，小慧，来看看，病刚好，熬的这个药你再吃点，巩固一下。病都好了，还吃什么药？我走了。巩固一下呀！你看看你。走了，不喝了。你这个孩子真是，这个孩子。
我再重申一遍啊，纪律，纪律，听到没有？瞧你们这一封封的检举信。总之，这种情况，现在的检讨全都不合格，隔靴搔痒，生怕跟自己扯上关系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很严重，现在厂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恶性事件了。下面，我宣布一下新来护士，还有二区护士长的事。要是真来了新护士，那我们就会分科室了吧？咱们总算能轻松一点了，真好。我看也未必，他们刚来还不得手把手的教啊？也是，可那也比人手短缺的好。我看呀，这选护士长一个个都卯着劲儿呢，尤其是张林。等会儿把三床的药换一下。嗯，好。别乱说，没什么错，人家护林长经验丰富，按理说也应该是他。他那么看不上你，你不怕他当了护士长之后刁难你啊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做好自己的事儿吧。你呀，心真大。谢谢。拜会，陆秘书，跟你说了多少次消毒间你要少来，这里面都是无菌的。哦，好好好。我说你这大病初愈的，应该好好休养，这些活让别人干去吗？我一个护士，这活就是我的，我能让谁干呀？哎，我听说你们厂医院要推举一个护士长。你消息够灵通的，刚开完会宣布你就知道。那这事儿也得上报厂院了。我觉得这护士长你最合适。谢谢。厂长，你总算是来了。夏院长最近心情不好，正打点滴呢，他需要人开导。杜芳有问题，又不是他老夏有问题，心思怎么那么重啊？夏院长啊，把名誉看得特别重，厂医院上了通报批评，他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。在哪个病房？啊，这边。你说你这么优秀，这护士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。秘书，你别说了，你在这儿会影响我工作的。说你呀，一忙起来就不会照顾自己，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呀。你说你这个手，整天泡在水里边，那对皮肤多不好啊。不行，我怎么能收你礼物呢？哎呀，你就拿着吧。我不能收，陆秘书。我这特意给你买的，你就收下吧，这特别好，真的不能收，你别这样，陆秘书。求求你了，你拿着吧，拿着，快。我不是跟你客气，你别给我。韩厂长，葛主任，白慧，你去一下护士站。哦，好。韩厂长，我还有几个病人，我先去看一下。好。厂长，你是不是经常来厂医院找白慧啊？厂长，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吧？那你知道人家的心思吗？在这里动手动脚的啊！别忘了，
你是厂办秘书，大学毕业生，不是无业游民。是的，可是我想……你想什么呀？你应该想着怎么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，你应该像你父亲一样，不怕流血牺牲，敢于冲锋陷阵，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。 队长，我又看了一遍医院里所有人的笔记，没有一个是跟这张图上一致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从赖广润家找到的这张厂医院布局图，不是厂医院内部人员提供的。厂医院毕竟不像专家楼这种保密型单位，人人都可以进。所以我们的调查范围一定要扩大，但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人员，都要进行排查。是。 队长，我建议从张阿水住院那天一直到出事那天，这中间所有去厂医院治疗过的人都要想办法弄到他们的笔记，一一进行排查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可队长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怕还没找到人就跑了。怕敌人跑了就加班加点，说实话，就这点工作量跟我们打仗比啊，差远了。这个钛合金的冶炼呀，是个世界性的难题。 我们还要靠全国各地的专家群策群力来保证水滴工程试验起步。这个潜航稳定器从60吨改建成40吨了，潜航稳定器的工艺太过于复杂，而且造价成本极高。以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，没有个6-7年恐怕根本完成不了。3年，如果可以联合全国各大院校。 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争取在3年内攻关成功。在一个环节上就浪费3年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自己的潜艇？哎呦，看来你有不同的意见。叔公，我跟利奇询问他们说过我的观点，我看过杂志上面的资料，我也认真的验算过。我认为，就算没有潜航稳定器，我们的潜艇也一样能够完成设计，达到标准。 可是国外的潜艇都有啊，他们的科学杂志上都写着呢。不可信。我觉得这是外国人的烟雾弹。我担心，我担心我们在潜航稳定器上浪费的时间越多，花费也就越大，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大。你认为科学是靠数据，不是靠直觉，每一个环节都要稳扎稳打，做好充分的准备。虽然这样会花费我们很多，但是我认为在你眼中的这些损失都是值得的。 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个是对，哪个是错。时间不等人，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时间了。好了，不要再争了。咱们这个实验用的潜航稳定器啊，已经初具雏形，不妨咱们明天去车间，现场进行个科学论证，好不好？把卯汉车间的工作面一定要收拾干净。 明天楚公公带着专家团队去你们车间考察。
牛叔，哎，看这么短的时间就造出这么个大家，真得感谢你们啊！哎呀，我还嫌慢呢。毛主席说了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牛师傅就是牛啊，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。有了这种精神，我们的潜艇就指日可待了。哎呀，我们是按照10:1的比例设计的，总体重量是4吨，通体是金刚打造。4吨，这要是按照10倍的大小来的话，这得是多大的家伙！我虽然对潜艇不了解，但是今天看到它才知道水滴工程有多浩大。牛师傅也太厉害了！是啊，真厉害啊！是啊。舒心，确定血型，准备血浆。是。能动吗？不太好动了。你这是手臂骨折了啊？啊，骨折了。嗯。那问题大吗？哎呀，问题不算是大，但是呢，伤筋动骨100天，这个期间你不能再工作了啊！你万一手臂错位就不行了。张玲，需要打个甲板固定。好，我现在去。嗯。不是100天，现在是工作最忙的时候，这是。这没办法呀，你们车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严重。今天一个大铁球砸下来了，有4吨多重呢。4吨重。真够危险的。行了，你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。院长，陈队长是 A 型血，医院血量库存不足，怎么办？马上到血库调，来不及了。快，组织人员续血。是，院长，我是 A 型血，抽我的血给陈队长。白慧，献血没事。好吧，去吧。是。主公，怎么样？还没出来。珊珊，怎么样？大家放心吧，白慧正在给陈队长献血。陈队长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还需要输血。你们谁？他什么血型 ？A 型。A 型。我是 O 型，我献过血，抽我的。对，我来。我跟队长一样，我是 A 型血。那你跟我来。主公，您先回去休息，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。陈队长是为了救我而受伤的，他现在在抢救，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？主公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，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。是啊，主公，你现在必须得回去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们先走了。丁姐，我们去车间看看。是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你们某环车间还是某环车间吗？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事故？是啊，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能掉下来呢？厂长，我一定认真总结，
你这个主任就得先进检查。是。问题应该出在这根钢丝绳上，你看，钢丝绳上的吊扣开了。牛师傅，麻烦您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，庞官？您看看这个钢丝绳插扣。这个钢丝绳插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事故原因在哪儿？我看是插的太短了，按规定啊，我们插这个不得少于30公分。你看这个，连一半都不到。我看这个事故啊，就是因为接头脱开所造成的。赵主任，平时这个工作是车间里谁负责？一般来说也没有具体的人负责，大家基本上都会，需要的话谁都可以插，插好了就码放在一起，用的时候根据吊装的重量选择不同粗细的钢丝绳。可从接口上来看，这个吊扣是刚刚完成的，你看这上面还有金属摩擦的痕迹。这位公安同志说的对，这确实是新插的，你看这个麻绳都是新的。这都是谁干的事儿啊？到底是谁干的这没人性的事儿啊？啊！赵主任，你们车间从上到下给我查。是。今天专家组来视察的事情都有谁知道？昨天接到陆秘书的通知，我就向整个车间传达了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陆成，你还告诉谁了？我就给赵主任打电话了，没跟其他人说。晚上车间有人值班吗？一般来说我们收工以后大门一锁里面就没人了。好，情况我们了解了，谢谢。问题就出在这个钢丝绳插扣上，我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、有计划的破坏行动，而且凶手就在场内，很可能就在车间内。这个莽汉车间，一个线索都不要放过。明白，立刻排查。局长，陈队长怎么样了？伤得很重，刚做完手术，已经醒了。这边，百惠。你刚献完血，休息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刚献完血就这么玩命工作，你这么表现，是不是想当护士长啊？哎，长良，刚刚献血的时候你去哪儿了？我记得你也是 A 型血呀。我在病房啊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整个医院的喇叭都通知了，你会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行，我看你是选择性耳聋吧。洛珊珊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？我说的是事实。行了，珊珊，别说了。要是让他当上了护士长，那咱俩可是要倒大霉的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如果是特务所为，那他们为了破坏水滴工程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。以后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伤害您，接下来可要万分小心啊。少安武藏，是不是特务破坏，得看专项组的调查结果，也不知道。陈队长跟那个工人怎么样了？春光，今天这个大铁球掉下来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还只是设计的十分之一。如果真的是40吨的话，它该如何安装在我们的潜艇内部？为了这40吨的稳定器，我们就必须加大潜艇的内部空间，这里面一系列问题是无法解决的。怎么就不能解决啊？虽然今天是很危险，但这与设计无关。现有的资料里已经充分说明它的必要性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进行这个稳定器的实验，获得准确的数据。科学啊，是严谨的，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。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，既费时又费力。勇敢的。
感受，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风沙。